够袂见笑。你是咧骂啥物人歹查某啊？问大小姐，我毋是咧骂你啊。无是咧骂啥啊？就是迄个啦。小姑娘，这偌侪钱？无要骂你啊！你这歹查某，你走。原来是咱高凡啊，上出名，不也是来偷鸡牛，够有人哦。小干子，你是要创啥？创啥？啊，你之前不是讲话真硬声，讲你所赚的钱哦，真正都无偷无抢。安怎？啊，今嘛算家己吹皮，算到这样大力哦。我是倒位偷倒位抢，抢人的红色啊，好你家。真正是冤家落头的。大哥，这一收到我们家的钱，还咋办？丹秋红，丹秋红，我虽然我跟你无介绍啊，啊，不过我也是爱跟你讲，我对你哦，真正足失望的啦。啊，你哪会当哦，放这只狐狸精来算赌耍？你应该哦，该拍他做告白啊，替咱哦，要全世界大某出一口气，唔则对哦。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哪会跟我无关系？像像你这种哦，抢人红色狐狸精哦，我这做大母的哦，当然无资格骂你啊！你大家讲对无？对啊。人做母的人哦，爱陪红色，你辛苦奋斗这么多年啦，啊，建立一个哦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啊，你即马看那日子过了好，就想要破坏？哎，你嘛是做人老母的人呢，啊，敢讲你家囡仔？无加工，袂当烧炭别人的物件。李处长，多谢你的好意啊！不过我的代志，我甲你处理就好了。唉，你就是这个个性啊，这让人咧忍痛心毒啊！你第一参照我，若是有查某要我管，我就直接拍死啊！李处长，原来你就是遐尼有经验啊，无怪遮尼啊热心啊！你是来我白讲啥？啥物话经验啊？人我翁哦，对我真失调，已经只好无见。你要打我白乱讲哈？参照你这款七七五白个性啊，我怕真少有查甫人会当忍受啊。若是有查某人肯对恁翁用心，恁翁绝对会对人走。你敢纠缠我？我跳把你的嘴！你敢？卖啦，杨小姐，卖安尼啦！你闪啦！高雄市。像你这种哦，袂计像手拉翁的第三者，是不好啊？甲驾驶啊！是啊。那呢哦，咱替人行动，谁敢出来甲驾驶哦？我一人出一百块给伊。